什么叫官方外挂？在《炎症以待》这个游戏中，有一个战术装备——内窥摄像机，可以用它观察门后面或者转角的情况，避免转角遇到爱，提前掌握敌人的情况。在这里还可以隔墙射击，所以只要提前确认好敌人的位置，在门外就可以把敌人直接消灭，再破门而入。这大大提高了部分喜爱破门的玩家的安全感，这几乎是透视挂了呀！但是很多玩家还是演绎出了各种自我消灭的操作，没有检查门后的绊雷。小伙子就无了，射击之后没有确认消灭。小伙子就又无了，看到手无寸铁的恐怖分子想进去用爱感化他。小伙子差点无了，所以总结一下，官方外挂，呸呸，没用。